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吻怎么借位、啊。现在镜头在这里，你看这里有一个镜头，怎么借位？对对对对，看一下，我觉得 OK 了。吴尊，你如果不 OK， 等一下金宝山就上了，我告诉你。那我希望你不 OK。他就随便吻吻人，他是随便吻我，对啊。他还吻过你，很可怕，他谁都吻。哥，我们不要看这个，这个不好看，这个快快快，再鼓掌一下，同学们。吻，你们的吻戏，第一场吻戏是怎么吻？怎么借？我就借。就刚才那个镜头了，我们要重演一下刚刚那个镜头的真实版。哎，我现在脸都红了。哎，现在拍戏还哪有借位啊？好没常识哦。可是哪有刚才那个哪是借位啊？刚刚是真心啊。常识这种没有借位，所以你也赞成是真心吗？当然是真心的、啊。我、哦、那我也没办法。林依晨同学、吴尊同学，我们快。就那个啊。是谁主动？你们那个吻好像是你主动。那不是第一场吗？那不是第一场吗？第一场有更没关系，我看刚刚那一场啊，看刚刚那一场，因为大家一看到都尖叫，而且同学都已经鼓掌。对啊，每次都被你们读。不要这样 ，Action！ 先想拿这个挡住。保持这个距离，刚才那个动作保持着，保持着。你要怎样？大声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什么？有没有拍到？我拍到，谢大哥。没有拍到，谢大哥。有看到吗？看一下。没有哎，没有。没有没有，今天主持人都这样子，谁敢上来阻止？杀杀杀！但亲之前我要再问你们一次，几号播这个戏啊？几点？第几台？二十八。哦，那交代过去，为了这个 OK 了，来，麻烦一下。再一次要照相，为了这个要拍照，拍照拍照，这好嗨三宝啊，各位同学！史上最浪漫的一刻，林奈穗跟吴尊。哦，有了主角就不要我就对了，你们很现实哎。OK OK， 好，预备上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至于呢，里面更精彩的，他们说的，林依晨刚才说的床戏的部分，我们就不方便在这里展示。没错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我只能说你们会太配合了。没有没有，一定要这样子宣传的，这个是要吸引大家看。这个剧呢，结合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各种感情在里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这一段。金童玉女的恋情，那这一对你们两个也是一对吗？来，我们开始亲。我们开始，来，两个不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这，我们来好好介绍两位的角色。哎，吴兄妹妹，你在里面是演什么啊？喂，喂，你要找哪位？找哪位？有麦克风？喂，喂，有很大声的。没有，因为我刚才因为没有声音，所以我的耳朵有。有有有，现在有的。稍微介绍一下。就是我在戏里就是演裴梅子啊，然后她就是一个很开朗，然后有点没大脑，然后就是非常的自嗨的一个女生。是演本身的个性。说到这里啊，她说她很嗨，同学们，她是我师姐啊，她的笑声实在是太好笑，要不要替她笑一下？要不要？笑一下给大家，这样很开朗。好不好笑，同学？他的就是很开朗啊。你最长可以笑多长？麻烦笑。再试一次，就是很长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可以笑两节课都不停。像没有被老师打？没有，
上课老师在上课你就哈哈哈哈哈哈这样，这好像是一种病。对。